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这个情报员妮妮来跟我们报一下这一周的报报。来，今天我为大家准备非常多我们狗年的很应景、很可爱、萌萌感觉的这些开运小物。是。然后今天为了这个主题，我自己本身就先搭配了这个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对。哇，这个毛衣很可爱。它就是我们这个。Scottish House， 对对对，这毛衣好可爱哦，我也想要一件，好可爱，扣子还是不同的颜色 ，Scottish House 好可爱哦，好可爱 ，OK， 零钱包皮夹，你刚刚有说皮夹，啊，这个是 Tory Burch 的，哦 ，Tory Burch， 然后他们的设计就是用我们的那个今年狗年的造型，嗯，它很可爱，是这个腊肠狗比较俏皮的感觉。你刚想看这个巧克力？对，巧克力。它这个巧克力盒是2018年特别为了那个狗年设计的。真的耶。对，狗的。然后你看它这上面是狗的样子的巧克力，然后它像有三种不同的口味，里面都是融入我们东方的这种茶，不同的茶的味道，所以吃起来很有不同的意境，这样子。这个是 LV 的项链，Louis Vuitton，对，然后它是超级可爱，是贵宾狗的造型，很可爱，而且是做这种新年的金色，对，然后它还有一个是手链，哎呦，对，也是非常别致可爱，是非常可爱，这是 LV 的，是 Louis Vuitton， 然后你可以看它上面有这个很可爱的 logo 跟他们的特别的标志在上面，哎，每一年各大品牌都会出跟今年有关的一些这种。小物品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也是刚有说到的 Melody 需要用到的，是杯子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，这个对，这个是 Starbucks 他们家的，哦，真的，对，那它有这种很新年型，好可爱哦，还要穿衣服，哎，这个，对对对，我也觉得那个超级可爱，最可爱，对，哎，它衣服可以，你可以拔掉，对啊，因为要洗嘛，而且还可以给它换衣服，咋给它换衣服？太可爱了，这个，哎呦。而且这个也好，这个红的也不错，对，就是很招财感觉。这件红色、紫色也行。那接下来最后就是我要跟你们介绍，女生也会很期待的。它这个是 Abbey House 的，他们家特别出的。这个好可爱，我刚刚就看到它是气垫粉饼吗？对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它的三个有不同的狗狗，你看。So cute， 这种比较好可爱哦，这个。然后最后呢是这个 Lancome 2018年新年限量，因为它颜色搭配的很好，又是桃红，然后红色跟金色的这个盖子，对。然后还有最特别的是，他们有出这个他们的唇膏哦，对，这个很多都是限量产品，然后而且后面还有这个是兰蔻的这个包装盒，哦，就是很特别，如果买到满额的话。它有这个特别设计，这个狗年 logo 像灯笼一样，很可爱，灯笼的造型。然后最后是这个狗狗，对，狗狗刚刚星星王子看到就说是枕头还是包包？这个是皮带，哎呦，小皮带，你最喜欢那种小袋袋，对，这个很可爱。然后而且也是非常的。开运的样子，然后又很喜庆，是很应景这样子。OK， 谢谢妮妮，谢谢妮妮今天带来给我们这么多很好的信息。